好多老铁问我啊，国内做风头切割机器人最牛逼的厂家是谁？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啊，这是常州海宝汉哥。为什么呢？它采用了一个离线编程的一个技术，这样的话呢，直接把风头放在平台上就可以了，机器人自动进行轮廓感知，找到这个风头，然后进行开孔切割，这样就非常的智能，也就节省了一半以上的人工，效率非常的高啊。有需要的人可以联系海宝汉哥。